忙活了，你也来喝一杯。叫什么？你先喝，我给你再炒几个菜去。不用了，来来来来，你来坐下。别跟我绕弯子了，有话你就直说吧。坐坐坐。我跟你说，宏大贸易公司正登记原装18寸日立彩电，机会难得。就是那家大集体。对。靠得住吗？楼下张师傅在自由市场买了一只鸡，打开一看呢，肚子里尽是沙。哎，看你说的，电视机又不是老母鸡，你放心吧。看你这么说呀，那你就自个儿做主吧。哦，怎么权力下放了啊？好，不行，绝对不行，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陈经理，你是电器方面的行家，当然瞒不过你。一般人怎么看得出来呢？虽然是组装货，可主要零部件都是日本的，外表完全一样。至于说利润问题嘛，好商量。嗯，冒牌货不行，绝对不行。那我就实话对你说了吧，你要的那批原装货压在海关，一时进不来。老弟，做生意讲究心眼活，胆子大，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老弟，我知道你向顾客许了愿，要不按期交货，按银行最高利息罚款，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你们是集体事业，能赔得起吧？再说你要是不要这批货，要我退钱，那我是无能为力啊。啊，就搁这儿。啊，好好。看来咱们就这么一次合作了。没有，实在对不起大家，这批货已经完了。跟你说，前天我给你打电话，他们说你不在，你去哪儿了？嗯？哎，想什么呢？哎，经理难当啊。今天不谈工作好不好？
明天上我家去吧。明天？怎么？你也该见见我爸爸妈妈了，要不然我妈妈又会给我找个女婿，你愿意吗？嗯。笑什么？来了，快开门。爸妈，这是小陈儿。哦，这是我爸，这是我妈。哦，伯父，好好，伯母好。好，好。哎，这不是贸易公司那个经理？哦，对对对对，你们认识？我们那台彩电就是从他们那儿买的。哦，哎，还愣着干什么？快坐坐呀！坐坐坐，快坐！你们先谈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啊，来，给我。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有什么心事？哎呀，你倒是说嘛。小红，哎，你看看你，吞吞吐吐的，哪像个男子汉？你回去跟你父亲说一声，让他把彩电退回去。为什么？你甭管，以后我想办法给你家买台好的。这台不是挺好吗？哎，它不是原装的。怎么？你们印刷海报上不是说原装的吗？我们和人家订货的时候说的是原装的，可到进货时变了。那就应该向顾客解释清楚。嗨，你也想得太简单了。那又怎么了？那就得赔款。你知道我们公司底子薄，哪儿赔得起呀？再说也影响我们公司的声誉呀。那你们不是坑了顾客？那怎么办？我们不是也上了人家的当？怎么办？怎么办？卖假货坑群众，不对。你体谅一下我们的处境好不好？你为什么不体谅一下买电视机顾客的处境呢？不就是你爸爸也买了一台吗？你庸俗。顾客同志，这个买回去电视机呢，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注意保养。第一，哎，下面看下几点。哎，是的。对不起，等一下。你有时间吗？怎么？咱们谈谈好吗？好。听小红讲了你的事儿以后啊，我们全家都很着急，怕你年轻摔跟斗，所以我也翻阅了一下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58条上说，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的意思情况下所为的行为是无效的法律行为。您说我该怎么办呢？在第61条上说呢，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您这一说我心里轻松了许多，我一定尽力去弥补给顾客造成的损失。好，小红让我告诉你，他在老地方等你。真的？